爸爸不喜欢吃口水的。还过来吗？最贵的麦芽就买。你说爸爸给你吃，说，说一次。爸爸，你要吃辣的。我要吃一个挂挂包。你要分一半，那只有两个。真的，好啊。你不要贪心。妈妈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辣的吗？这里也有有点辣。辣的辣耶。这什么？应该学校没有吃过虾子，好脏啊！好脏，好酸哦！要剥它的壳的有没有？自己剥壳。你呀，你给它弄到弄倒了，那小朋友都有啊。这阿姨教我们。基本啊，哇，这个还喝水。只能带一包，你带几包？我只能带两。这个是你的，带一包就够了，你们班30个人。拿出来看一下有没有啃完了，给爸爸看，说我啃完了，拿给爸爸看。还有炸的，还有炸的。